六点。你讲咧蔡登桥，遐有做啥事？六点吼，人蔡登桥遐侪人。哦，所以这是一个临时企业尔，这是一个社区啦。社区吼，大家在运动的啦，啊，总在做人哦，啊，总在加减嘛，袂闲得着。啊，你去华侨企业，华侨企业啊，什么？哦，这离华侨企业一块块啊。不是华侨企业，蔡登桥啦，蔡登桥啦，你得去了蔡登桥啦。我过呀。哦。啊，去华侨有企业往。华侨企业底下有一块啦，文博遐啦。下到时。在文博遐。华侨企业十点开始到。啊，我有在听啦。不过做工是做好啊。啊，迄落伊这较早吼就是空军的啦，海军官员拢伫遮。哦，啊，你捌看过吗？海军官员啊。啊。啊，这就是空军的营地，啊，搁遐搁有一个小现场啊。遐山了嘛，搭了只屯这地。喂，恁哪在？那小现场，哈，即马拢小现场嘛，那只村内，伊迄落，啊，一公房了后吼，再拢住伫遮，内边我呢，啊，遮即马，这厝拢迄落个样子，你叫因吼搬走，钱好，因为嘛不来。啊，伊这厝即马起起来吼，无你抽这一间啊，正正两间大间啊，这宿舍大。嘿啦，啊，伊即马起起来吼。这是共和社区的人的权利啦，共和社区的人看什么人，这几户搬出来吼，什么迄落，不是啦，一人一户，不是啦，伊这较早着啦，啊，较早就是海军空军的啦，啊，因这就是空军的建物的啦。放个迄条手环哦，第二只股哦，拢走袂去啦。迄张车定定发袂行啦，啊，拢要警察找。